我差不多10月就会开始工作，然后但是就是慢慢来。我觉得现在身体比工作重要。好，考验是考验是第一次吗？第一次啊，第一次就献给你们。虽然是第二次了吧？我第二次，对。对，那常常入围一入围金马奖，你看。所以不要太常入围，不然会像你一样没感觉，对不对？没感觉，还是有感觉的。考验你是不是有请那个三太子的那个打造30000元的纯金金牌？真假？哦，因为我今年有请到三太子的副炉主，嗯，对，我之前，然后好像我之前也有请到妈祖，然后有打金牌给他，真的，我想说，反正也要打，那不就成为幸运小物，自己手工去打一个金牌在身上，对啊，就到时候挂身上了，就当幸运物这样子，还没做好，明天要去做。这一次在金钟奖三位的战袍啊。还没准备，还在准备当中。那草爷呢？要制作中吧。制作当中有没有特别的那个可以透露的部分？我也忘记是什么，应该蛮 peace 的，因为不会有人想看我穿什么啦。我比较想看你啊。我上看你穿什么的？第一丑这个头衔啊。有。那我来担当就好了。我来伤害我来坦啊。您帅哥呢？你有这么谦虚吗，草爷？啊，对啊，伤害我来坦，没事，没有问题。我也还没准备啊，还没准备，太早了，现在还早。我差不多10月就会开始工作，然后但是就是慢慢来。我觉得现在身体比工作重要。对，好。那目前在恢复的这段期间啊，有新的工作邀约吗？新的工作有邀约，只是我现在我都在先评估我自身的状况，然后再去做规划。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平衡一点。好，再一提就是，有新的经纪公司在来找你洽谈经纪部分的合作吗？有听说，但是我现在想休息一下。现在想休息一下。